包括中国人来台湾，不管伊是嫁娶还是做事，伊有即个取得身份证诶，迄个抗进证，考反渗透法嘛，来考着台湾甲中国无共款诶所在嘛，考咱自由民主诶体制嘛，咱邀请香港人来台湾做兵，做兵我们是做官哦，毋是做军官。即个我看可能爱较慎重，因为香港来争取自由民主，咱是真加关心啦。我的认为吼，是中国对咱有侵略的意图啦，包括前两天咧驶船啊来啊，佮飞轮机，我不管中国要安怎做，非得我希望讲有一天咱会当佮中国做正常的外国交流啦，因为即马看起来唔是安尼，我的认识是安尼啦。但是咱会当做甚物代志？咱来强化台湾的防卫性民主啦，有几件代志咱参考看卖吼，包括中国人来台湾，不管伊是嫁娶还是做事，伊有即个取得身份证的迄个抗进证。咱刚才当参考美国有一个考试，嘛免考作困难，考反渗透法嘛，来考着台湾甲中国无同款的所在嘛，考咱自由民主的体制嘛。咱刚才当研讨这件代志，试看麦，符合着台湾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，有一个中型宣誓的机制。那我想，不管未来拄着健保议题，拄着国民管理的问题，甚至是投票的管理，咱的争议嘛袂遐重吧？这会当讨论吧？我想委员没有这款的立法，我尊重委员的这个看法了哈。啊，这民主是搁做袂到，还经过这个法律的停止。有啦，我知影，包括移民嘛来争的啊，移民呢，两岸的方向啦。我尊重这个委员的这个看法，没有这个立法，重点就是咱贵院的当年的代志。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哦，声援香港不是公共的尔，咱发现有一个实际上会当做的，咱邀请香港人来台湾做兵，做兵我们是做官哦，不是做军官。这边有三个好处：第一，伊比咱较少年；第二，伊比咱较讨厌中国；第三，会当增加咱的劳工的人数，是毋是？咱考虑这件代志，应一定排斥，这个跟你靠关的。这个我看可能爱较慎重，因为香港来争取自由民主，咱是真加关心啦。